最喜欢什么科目？啊，生物啊。为什么不选生物啊？因为选我那样选的人太少了。你选的什么呀？历史、地理、生物。那不挺好吗？那不选的生物吗？啊？哦，我选的是地政。你选文科啊？那这是全文嘛？对。哎，你好，我也是。哎，张老师学的理是吧？物理、化学、政治。好厉害，好厉害！我真是想哭。为什么不选生物啊？不擅长生物。像我们这种就是典型的文科生。贺老师擅长什么科目？喜欢什么科目？文科。喜欢哪个呢？那三个都喜欢。张哥呢？张哥肯定是物理啊，对吧？我是这么比较喜欢做题吧，但是其实有些题还挺难的，我也不一定保证能做得出来。张哥不是喜欢数学吗？对呀，数学其实最喜欢数学吧，因为数学感觉了解的最多。物理的话是确实有些地方还挺难，化学肯定比起物理和数学更重要。我喜欢。你们在干嘛？还行吧，反正但是我不喜欢生物。我们在讨论文理分科。为什么？我不喜欢生物，我学什么都可以，都记得特别快。但是我学生物，我看到那些东西，我硬是。来了，我把道具。我考试完全是刷题刷出来的，就是看到那个题我就知道啊，这道题该怎么做了。